床单你的事情一定要办好，所有的床单呢都要换新的。还有啊，厨房的人呢，厨房人告诉他们东西都要洗干净一点。好的。后面的事儿就全部交给你了，你替我多担待一点啊。还有啊，前面所有的字画全部都给我换新的。哎，真看不出来他倒挺像那么回事儿的。哎，无论怎么装模作样也变不成甄夫人的。进来，大人，有几分请帖，您决定要不要参加？是什么人请的？4月10号的呢，是比利时公使馆的酒会。11号下午2点，英国大使夫人邀请使节夫人的茶会。那份14号的是意大利领事馆所举行的大型化妆晚会。另外，好了，是不是全部都属于洋人使馆的，没有东方人的请帖？没错，全都是洋人的。这样吧，你再拿回去仔细的了解一下，看看是什么性质的。如果是非必要的聚会，一律回绝了。都回绝了合适吗？是啊，老爷，您是中国的公使啊，像这类的活动，您应该去参加才对啊。嘿，像这种非正式会议的场所啊。有我不多，没我不少，参加了等于没有参加。再说我一句洋文都不懂，站在那儿又聋又哑的，跟个木头人似的，哎，浪费时间嘛。你可以带黄帆一起去啊。哎，我这个人天性好静，不喜欢参加活动啊。那我可以参加使节夫人的茶会了。你去？那怎么可能呢？我看就按照大人的意思去办吧。夫人，这有一封苏菲亚小姐的来信啊，你帮我看一下她信上说什么。哦，她已经决定接受你的邀请。苏菲亚，彩云，我等你等好久了，好开心啊，欢迎你来到柏林。我还担心你英文不会讲了。你看你人越来越漂亮了。真的吗？哎，你的行李就这一个？是啊，不过没关系，家里的货你准备好了，哎，提进去吧。来，好漂亮哦，古色古香，这一定是你的主意。当然了，我是女主人呢。比起我自己的家，就像你们中国人说的小巫见大巫，太漂亮了，你真是艺术家。来，坐嘛。连我自己都不相信就这么来了，也许不知道你的吸引力对我有多大。我本来已经答应为伯爵夫人做她女儿的家教，后来收到你的信，考虑了很久，还是决定不去了。哦，对了，喜欢柏林的生活吗？最近忙些什么？我啊，每天忙着做公使夫人呢。你本来就是公使夫人嘛。我说的真正的夫人，是非经馆的女主人。我相信你一定会努力做一个称职的好主妇的。哦，对了，公使好吗？现在的工作忙不忙？他呀，哎，出了国还是跟在国内一样，天天关在房里。照道理说，外交官活动应该是相当多的。
管理的事情我是不太清楚，不过前任的公使夫人她告诉我说，柏林的外交界应酬是很多的。公使都没有参加吗？好多次收了请帖全部都给回了。为什么要回呢？他没胆子啊，说他自己不懂洋文，又聋又哑的，再说也没有人陪他去，他不去连我也不准去。中国人太保守了。是啊，其实许夫人早就告诉过我了，像这种宴会其他的公使夫人个个都出席的，只有我们大清国的公使夫人是从来不露面的。你看我能不能去参加？当然能去，你因为有点基础，多参加这种场合对你一定是有帮助的。我也是这么想啊，不过……不要不过了，下次有人邀请你参加宴会你就答应下来，如果他不陪你去我陪你去，不是也是一样吗？有你来了我还怕什么呢？下次有人再邀请我，我一定出席。苏菲亚小姐，你来了，非常欢迎你，一路上辛苦了。不辛苦，公使先生进来好吗？很好，谢谢你，有你在这里彩云就不会寂寞了。夫人，房间准备好了啊，我们上去吧。嗯，好，那你先休息一下，我们晚餐的时候见了。好，等会儿见公使先生。嗯。你看看喜不喜欢？这房里的摆设全是我一个人亲手整理的。彩云，你会把我宠坏的。这点小事算得了什么呢？谁叫我们两个就像亲姐妹一样。告诉你，你可别笑我。不到外国来，我还不知道外面的天地有这么大呢。到了外国以后，我才知道世界的外面还有世界，值得看的事情太多了。你都不知道，我多想到外面去看一看，不过就是一直没有机会。来柏林这么久，你还没有出去过啊？今天想要去接你，他们上上下下就议论纷纷的呢。这有什么值得大惊小怪的？像我大门不出二门不迈的待在飞行馆里，他们很多人还看不习惯呢。哎，反正啊，在他们眼里我不是正经人，怎么做都不对。彩云，我知道你的处境，你还记得我在船上跟你说过的话吗？他们是人，你也是人，你又不是为他们而活的，他们喜不喜欢并不重要。我知道，可是别可是了，从今天开始，凡是你想做的或是应该做的，你就拿出勇气去做，用不着管别人。放心好了，我永远支持你。嗯。老师，师母。嗯。昨天晚上德国首相府送来张请帖，今天必须回复。什么样的活动啊？首相夫人邀请各国使节夫人一块茶聚。哦，夫人们的社交活动没什么特别的意义，你就回了吧。是。哎，老爷，首相贝斯麦夫人的邀请茶会虽然不一定有重要的意义，但是基于礼貌不应该回绝。哼，难道你想去？我能不能参加呢？这种场合没什么好参加的，连我都不想去，你去干什么呢？嗯，老爷是不同意我去了。哼，当然喽。如果我坚持要去呢？新师母，首相夫人的邀请聚会这种场合可不比平常哦，到场的都是一些皇亲国戚，个个都有来头，绝不是几句洋文就可以随便应付得了的。你的意思就是说我没有资格去了？新师母，您误会。好了，凤嫂，你去忙你的吧。是。你们先下去吧。彩云，你这是干什么？大清早的就故意让我为难啊。老爷，你想到哪儿去了？我这是为你工作，也等于是替咱们国家做点事儿。哪里学来这么多大道理啊？这是真的，许夫人临走的时候就说了，大清国的许多使臣还有夫人在欧洲从来就不参加任何外交活动，以至于很多国家的朋友都不认识我们，外交圈很多的消息也不知道。以前是这样子，今后也要如此吗？难道飞行馆每天都关着大铁门不跟外人接触，那我们干嘛到柏林来呢？是，你说的虽然有些道理，但是许多事情并不像你想的那么简单的。
可是也不像你想的那么复杂，那么严重嘛。最大的障碍不就是语言了吗？我可以叫苏菲亚陪我一块儿去，她就是我的私人翻译了嘛。老爷，让我去好不好？我不会给你丢人的。哎，这件事啊，草率不得。你看，反对了半天，还是没有说出一个真正反对的理由。除非你说出个大道理，让我心服口服。这个道理难道还要我说出来吗？就因为你是中国女人，中国女人跟洋人就是不一样，绝对不能够在公共场所抛头露面的。怎么能这么说呢？我们是正正式式的接受首相夫人的邀请的，怎么算抛头露面呢？你想想看，全世界有几个夫人才有资格接受这个邀请？那是因为你是公使，我是公使夫人呢。这份珍贵的荣誉，我才不想放弃呢。你呀，什么时候磨得尖牙利嘴了？真是让人难以抗拒。你答应了，我真的可以去了。老爷，真的呀？你真的争取到了机会？是啊，而且还是卑斯麦首相的夫人呢。苏菲亚，你都不知道，我兴奋的都快吃不下睡不着了。记住哦，不要紧张，要放松心情。和首相夫人喝茶是件荣誉的事情，其实也是一件很普通的事啊，因为她只是人，不是神啊。哎，那你看看，我应该穿什么好呢？还有我的头发该怎么梳呢？一切合乎自然，不需要刻意打扮。你人又年轻又漂亮，这已经很好了。听你这么说，我心里畅快多了。本来就是这样的嘛，你经验一次就会知道的。哦，彩云，有一件事情我们要讲清楚。在家我们是朋友，我可以叫你名字，可是出去我得称你公使夫人，我是你的秘书，这样才会更抬高你的身份。你想得好周到哦。哎，你看看我们两个像不像唱大戏啊？你从来就没有失眠过，今天怎么了？我说出来怕你笑话，我整夜的心情真是又紧张又兴奋。好好，就为了明天下午要见卑斯麦首相夫人？嗯。既然如此，那就不要勉强自己去了。才不呢，我一定要去参加这个聚会，对我来说意义很大。怎么说？你想想看，卑斯麦首相夫人是多么的高雅，又多么高贵的贵妇啊，等于是今天德国的第一夫人了。而我呢，只不过是在中国一个默默无名，在苏州河边卖笑出身的花国女子。虽然说现在已经是身为公使夫人了，可是我懂得还是不多，所以我要争取她，要珍惜她。你现在已经如愿以偿了，那你还顾虑什么呢？一个风尘女子又怎么能够跟达官显要的太太们比呢？万一明天我不小心出了娄子，那才糟呢。如果他们弄清楚我是侍妾的身份，又会怎么看我呢？别这么说，一切要听其自然，以诚相对就可以了。哦，恭喜夫人。哎，你瞧见了没有？这个派头跟排场，哎，他这么做简直是想跟太后老佛爷较劲儿嘛。听说是下午要去见什么德国首相夫人嘛。哼，见什么首相夫人啊？见首相夫人又怎么样呢？他不知道我们还见过德国的皇帝呢。我不赞同你这个说法呀，人家现在是力争上游呢。你看看，现在既交了洋朋友，又学了洋文，现在他已经是满腹的洋水喽。你再等着看好了，说不定啊，过不了多久他就找个洋户头了，把我们公使老爷一脚给踢开，
他自己留在这个地方啊，当起假洋婆子来喽。随便他弄好了，哎，说不定啊，弄来弄去啊，弄得一身洋骚味儿呢，啊，对不对啊？是啊，是啊。哎呀，说的就是说嘛，真是啊啊！许大人，许大人，两位大人在谈什么？哎呀，许大人啊，我们这大清国到底还有没有王法了？这什么人不好派？派我们这公使夫人去参加首相夫人的晚会？哎呀，我们大清国啊，真是丢人现眼了。是啊，有道是家丑不可外扬的嘛。可是我看这一次啊，家丑真是丢到外扬去了。是啊。你认为呢？两位大人的好意我十分的了解，不过这件事情我也做不了主，我也实在是无能为力啊。哎呀，这也不行啊，徐大人。是是，徐大人，我们做不了主的话，这件事情要传到宫里。洪大人啊，洪大人，各位大人，出了什么事了？大人，请您借一个地方，我们说两句话好吗？老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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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夫人，他正在发脾气，把梳好的头全部都打散了，而且还在哭呢。你快上去瞧瞧吧。小玉，发生什么事情了？刚刚把我送回来的时候，就听老爷。彩云，什么事慢慢说嘛，我会解决的。各位，何必这个样子呢？我们都是非京馆的人，大伙儿远渡重洋来到这个地方，就应该是一家人啊！啊，冷嘲热讽，互相攻击，有什么好处呢？彩云再怎么说，也是公使夫人嘛。进行人身攻击，那就不好了，那样叫我们的大人更难做人了吗？是不是啊？这罗老爷说的对。苏菲啊，彩云，你别说了，我了解你的心情。但是你要明白，这里是德国，不是大清国。德国人只承认一个太太，既然你丈夫跟你住在一起，你就是他的夫人。德国人不会打听人家的出身的，只要你公使夫人做得好，什么出身都无所谓的。你要明白，这里是德国，不是大清国。德国人只承认一个太太的，既然你丈夫跟你住在一起，你就是他的夫人。德国人不会打听人家的出身的，只要你公使夫人做得好，什么出身都无所谓的。你不是跟我说过洪夫人是官家小姐出身吗？但是你看她连陪丈夫到国外都不敢，只会在家里装高贵，有好的出身又有什么用呢？彩云，别那么紧张，放轻松一点，像你这样漂亮的中国美女，首相夫人和其他夫人看了都不会相信的。好了，你去吧。看刚才那个样子，我心里就有气。他们说些什么公使难做人了，这不是一句屁话吗？要么就根本不应该把他带到这儿来。什么下三滥的骚货，还公使夫人呢？哎呦，要是今天洪夫人看到刚才的情形啊，怕不把肺都给气炸了。
不去，不去最好，省得丢了我们大清国的人。哼，哎，就是说嘛，我们也只不过是一番好意嘛，却遭到栾二爷的一顿排头，这个差事啊，还怎么干得下去呢？我不想干了。说的就是啊，这驻欧公使馆，哎，可是咱们大清国的财产呐，啊，现在倒成了他洪家的财产一样啊。这，他洪家不要脸，我们还要脸啊！出去让人家说一句，哎哎，老赵，听说你们那位公使夫人是琴楼唱曲的，哎，怎么打人家？说的就是啊，要是我的话，找个洞钻进去了，让洪状元他自己去回答好了。哎，也不知道他心里是怎么想的。出来啊，连祖宗的规矩都忘了，哎呀，不要提了。哎呦，还提什么规矩不规矩嘛？反正就是出洋相，对了，也不想想他自己是个什么出身、什么身份，一个唱曲的啊，陪男人睡觉的女人，现在居然上了台盘，到人家什么首相府去献宝。哎呀，谄媚还差不多呢，这样下去啊。要不了多久啊，我看他那顶红帽子啊，可要换一换喽。换什么？换顶绿帽子啊！啊！喂，我是大清国公使馆的徐参赞。啊，是的，啊，秘书先生啊，你好。嗯，是，哎，非常高兴接到你电话。嗯，好的。我一定把你的好意转告给我国的公使先生。嗯，好的，再见。大人，刚才德国首相官邸的秘书代表贝斯麦夫人打电话来说，夫人在茶会上以具有中国特色的服饰还有良好的风度仪表赢得了外国使节夫人的一致赞赏，所以特地打电话来向您道贺。哦，你的意思是说彩云在贝斯麦首相夫人和茶会上赢得好评啊？电话里是这么说的。就为了这件事情还特地打电话回来？是啊。嗯，夫人回来了。啊，大人，夫人回来了。恭喜你，夫人。恭喜我？是啊，柏林外交圈的消息传得特别快，你参加茶会还没到家，我已经得到好消息了，说你在茶会上大出风头。哎，老爷，您这么一说，我更加不好意思了。待会儿我把经过的情形告诉你。好啊。哎呀，这老天真没眼，居然来个歪打正着。哎，杨婆子吧，真是少见多怪啊。嗯。看你春风满面的样子，在茶会上当真很成功喽。是真的，老爷。起先呢，我也不知道自己哪来的魅力，一下子把他们全部吸引住了，大伙儿就看着我。哎，道理很简单啊，因为这个地方东方人比较少，加上你又那么年轻，当然吸引他们了。真是好玩，我总算是见过世面了。那些洋人太太个个打扮的珠光宝气，好大方，个个高贵的不得了哦，他们好喜欢我。看样子你以后有的忙的咯。依我看啊，他们洋女人的日子啊，比我们中国女人的日子要好过得多咯。中国女人呢，凡事都得听男人的，洋女人就不一样咯，自己说了就算，真是神气。神气？那叫做野蛮。我看来啊，他们洋女人的日子啊，比我们中国女人的日子要好过得多了。中国女人呢，凡事都听男人的，但是洋女人就不一样了，自己说了就算。哼，真是神气。神气？这叫做野蛮，不讲礼教。哎，我提醒你哦，可千万别跟洋女人学坏喽。放心了，老爷，我不会学坏的，我好乖哦。是啊，你现在啊就经常反叛我了，总是听苏菲亚的话，老是跟着他走。啊，原来我们的状元老爷公使先生打翻醋坛子了。嘿，又来了。
你不但不应该吃醋，还应该谢谢苏菲亚陪我。要是没有她，我准跟你生气。跟我生什么气啊？当然了，因为你有空就写什么原始啊、方史的，也不陪我玩。哎，写原始啊，是著书立说、正经事，很重要的。要是再不加紧写，就写不完了。那好啊，以后你写你的书，苏菲亚呢就陪我玩。嗯，下个礼拜英国公使的夫人要请我喝茶，我已经答应了。嗯，想起来啊，你出去见识见识也好，不久我们也要请客了。对呀，许夫人也提醒过我要常请客。要请多少人？依我看，非经管的地方不大，要分几次请，譬如德国的各部大臣了，军官首要啊，还有各国的使节都要请啊。有没有请住在附近的瓦德西夫妇啊？你认识瓦德西夫妇？不是啦，这也是许夫人告诉过我的。她说要办洋务啊，就要交朋友，交朋友就要常请客。公使夫人，将来这些事就可全要看你的了。好，老公你请客，请多少人，哪天请，叫他们去张罗，其他的事儿就交给我了。我这个公使夫人呢，一定不让你这个公使丢脸。是你说的哦。嗯。洪大人，宴客的名单已经放在您的桌上了，待会儿请您过目一下。基本上邀请的客人都有回帖。主客都是谁呀？有瓦德西夫妇、克林德夫妇，还有俄国公使。嗯，好，客人都已经请到了，晚上就要看我们自己的表现了。这是我到任以来第一次的宴会，千万不能够有差错。是。栾弟啊，我担心彩云的经验不够，我希望你能够从旁多协助他。好，可是也不要太干预他，尽量放手让他去做。这点您放心好了，大哥，我们都很尊重他的。况且这两天他也的确很忙，从早忙到晚，忙个没完呢。连桌布啊、桌子、椅子啊、布饰啊，一切都要换新的呀，真叫人吃不消啊。真是一笔很可观的开销啊。是啊，而且一连几天呢，夫人都亲自上菜场去买菜。本来这些事情呢不应该夫人亲自动手的，就怕这么一来呢就跟夫人的身份不合。我认为呢倒没什么不合适的。哦，他唯一的目的就是要把宴会办好啊，光凭这一点我们就应该全力支持他。是啊。许大人，那我们就去看看吧。好，洪大人，我们告退了，请。哎，现在关于新夫人的建议，他都听不进去了。这不是很好吗？啊，落得个清闲嘛，许大人。大人，许大人，什么事啊？大人，厨房里的活儿我们是不能干了。怎么了？我们一会儿这个不对，一会儿那个不好，我们没有办法做啊。嗯，大人，哎呀，我们那个万能夫人呐，整天的盯在厨房里头，一会儿指天，一会儿说地的，一会儿画东，一会儿画西，一会儿又太油了，一会儿太咸了。大人，你说吧，到底是他掌厨的，还是我掌厨啊？师傅，你要是问我呢，那我就告诉你，厨房里的锅碗瓢盆呢，你可以做主，但是大事小事全由夫人做主啊。天底下有这道理吗？当然呢。大人啊，如果你再让他到厨房里面去指使我们这个那个的话，我最多不干了。是啊是啊。那好，不干就不干，顶多卷铺盖回家乡去吧。
你要是问我的话，我可以告诉你，厨房里的锅碗瓢盆你可以做主，但是大事小事全凭夫人做主。天底下有这个道理吗？当然了。大人呐，如果你再让他到厨房里面去指使东指使西的话，那我可就不干了。是啊是啊。好啊，不干就不干，卷铺盖回家乡去吧。好，不干就不干。走，走了走了。哎，你们过来。哦，夫人。你们一定做得很辛苦了。喏，这是一点小小的意思，你们收下吧。谢谢夫人，谢谢夫人。夫人啊，那些话怎么唱啊？我自己下去看看好了哈，你们慢慢坐啊。好好好。再过去点，再过去点。啊，是。啊，好了好了好，就这了。好了，把那给拿过来。啊，是。苏菲亚，你看怎么样？对对，很漂亮啊。我到那边去看一下。好看。Pleased to meet you, Mr. Ambassador. Pleased to meet you.Good evening, madame. Oh, I didn't know your English was so good. Thank you. Madame, you are so elegant. I'm so envious. I hope you can be my friend. Please come to visit us sometime. It will be my pleasure. Please. Thank you.我们中国的食物呢，不但讲究是色香味俱全，而且有很得体的名字。喏，这四个呢是第一道冷盘，第一个呢是孔雀开屏，第二个是凤凰展翅，第三个是鹿贺同春，最后一个呢是五福临门。Yes, yes, it looks so delicious. It looks wonderful indeed. Chinese people really can cook good food. Where did you get the cherries?这个樱桃啊，可不是普通的樱桃啊，是从我们苏州运过来的樱桃。到底怎么样，请各位吃吃看就知道了。We feel so fortunate to come today and enjoy all this wonderful food. Let's make a toast to Mr. and Mrs. Ambassador and the Emperor's mother. Cheers! 干杯！这幅画呢，也是内子的作品，叫《万绿丛中一点》。你看，像我这样做，因为太烫了，先把茶给拨一下。像这样，好，我知道。很好喝。想家吗？过得惯此地的生活吗？刚来的时候会有点寂寞，现在好多了。我很喜欢这里生活。啊，那就好了。
你知道我跟你一样是外国人。前任的公使夫人告诉过我，说你在美国出生的，是纽约，嗯，然后到巴黎去找我姐姐，并在那里念书，没想到竟在柏林定居了。Now, are you ladies talking about me? We were talking about how we met. Mrs. Ambassador, I just want to tell you how fortunate I feel being married to Maria. I was fortunate to marry you, too. 说真的，我希望嗯，早一点请你到我家来做客。我家离此地不远，我盼望这一天早点到来，我会尽快安排的。很可惜，我生活很忙，还要做一些社会福利工作。什么是社会福利工作？我们成立一个基金会，帮助劳苦的工人和无家可归的孤儿。哦，东西方文字最大的不同是，西方文字纯粹是文字，东方的文字则可以说是艺术，因为中文里面有许多字是由象形演变而来的。Chinese has characters, and English has letters.And some Chinese characters come from symbol. This is really good. Was this written by you? 他问你是不是自己写的？好，这些都只是习作。而这幅呢，是内子画的。This was all written by our ambassador. This is incredible. Oh, madame, your painting's so beautiful. What you're looking at, I painted. My husband wrote the characters.Yes, you work together well. You are a perfect match. 他说夫人这幅画像真的一样啊。I thought the lady in the painting was you, Mrs. Ambassador. 他说画里的美人呢、啊、就是夫人呢。哦。哎，我现在才体会到啊，主持一个宴会是多么辛苦了。你才主持一个晚上而已。我三四天前就开始准备了，也没像你这样叫苦连天的。哎，我已经是五十出头的人了，怎么能跟你比呢？哎，说句实在话，今天晚上的宴会啊，办得非常的成功啊。你这位公使夫人应该举手躬啊。同时，在客人之间交谈应酬，你的风采啊，早就压过我这位公使大人了。哦，老爷又在吃醋了。这样好了，以后任何的宴会啊，只要你参加，我躲得远远的。你看看你，逗你玩你就生气了啊，小气鬼。我也是跟你逗着玩的。老爷，宴会主办成功有什么犒赏？你想要什么你说好了。我的要求很简单，明天让我出去玩玩。来了两三个月了，还不知道柏林什么样子。照准。你要什么？你说好了。我的要求很简单，明天让我出去玩玩。来了两三个月了，还不知道柏林长什么样子呢。照准。进来。洪大人正在写原始吧？被这真是打搅了。不是，昨天晚上宴会跟一般德国政要谈了很多，颇有收获，也了解欧洲各国对我大清国的最新态度。现在呢，我正在给圣母皇太后还有皇上写折子。哦，这是重要的。对了，你找我有事吗？是这样的，昨天晚上宴会成功，所以卑职想这类外交界的活动应该多多的举行。散了之后呢，就写了一份节略，想提供给大人看看有没有参考的价值。嗯，这是个好主意，你先留下来，等我写完了折子，我会详细看的。是，那卑职不打搅了，告退了。菲儿，昨天真是好玩哎，那么多的洋人啊，通通都来了，个个都让夫人的美貌，不是美貌，是
风采。小玉啊，你现在也会咬文嚼字了？不是呢，我哪里会啊，我是听汪大人说的。汪大人，嗯，来，先坐下来，来啊。他还说了些什么？嗯，我也说不清楚啊。嗯，总之啊，都是些好听的话哦。他说啊，想不到夫人居然会那么的能干，把宴会啊搞得这么好哦。啊，他还说啊，夫人呢、啊、是老爷的什么，什么贤内一助。我的苦心总算没有白费。白费什么啊？小玉，你是知道我的出身不好，但是自从跟了老爷之后，我就下定决心一定要上进，不能给老爷丢脸了。啊，说到老爷啊，他今天一大早兴致就好高，碰见我还笑嘻嘻的说：“早啊，小玉。”啊，当时啊，我都愣住了，哪有主人给我们下人道早安呢？嗯，这不是太阳打西边出来了吗？不过我在想啊，这一定是老爷啊爱屋及乌，所以啊，就连我小玉啊也沾了夫人的光了。夫人啊，你刚刚说你要上进，不能给老爷丢脸。可是我看不是这样子，是夫人啊为老爷争光彩才对啊，所以啊老爷应该宠着你啊。老爷对我怎么样我是知道的，可是下边的人，夫人，其实你也不要生气嘛，我看汪老爷啊现在对你还挺尊重的，其他的老爷啊一定也会慢慢的转变对你的态度的。哎呀，说不定哪一天啊，皇太后她老人家还会接见你哦，赐给你一个一品夫人的诰封，那时候啊你就苦尽甘来了。那是做梦也不会有的事。哎，怎么不会呢？您那样的帮老爷啊，老爷就会把洋人摆平啦，不欺侮咱们中国人啦，这不就是大功一件了吗？然后呢诰封就会来了。你看看戏里面的梁红玉啊，不就是这样吗？梁红玉她不是什么梁红玉啊，那只是在做戏而已啊，况且我也不会打战呢。哎，夫人啊，你帮老爷谈好了外交，那不就是打战了吗？只不过没有动刀动枪而已啊。不过照我看啊，不动刀动枪就不会死伤一个人，那么大家就和和气气的把事情给摆平了，那这不是比真打战赢了还要来得光彩还要难吗？小玉啊，要是人人都像你这么想，那该多好呢。哎，是思菲呀。啊，小玉你好。嗨。哎，早啊，你来得正好，快帮我挑衣服。好啊，其实啊你穿什么衣服都漂亮。我告诉你，我今天要上街。什么上街？那公使先生呢？他已经准了，而且他要你陪我去呢。彩云，你终于争取到了，来来来，看穿什么衣服好看。哎，哐对哐，有请大师傅。哐起来得得哐，哐得得哐。唱起来，唱哦。嗯，人16岁的姑娘可曾开得了怀？头一个开怀的是哪个？就是那个红红红红。红什么呀？红公子啊。昨天在那个宴会上啊，你看他是忙里忙外的，都为了什么呢？还不是为了自个儿出风头。上楼去。往后啊，还有好的看的呢。嘿，他爱出风头，我们厨房里可倒了大霉喽。就是啊，光洗那些锅碗瓢盆就洗大半天了。哎，一会儿公使夫人长，一会儿夫人短的，真是肉麻。大情骂俏，跟他是有说有笑，这还拉得下脸来啊，真是。你们有没有注意到啊，那个叫瓦德西的老家伙跟他眉来眼去，哼，看样子要上洋劲儿开洋荤喽。啊，风中传来阵阵熟悉的声音，依依不舍诉说当年
年桂花期，往日情缠绕心中，痴心万般，却是相隔那么远。啊，为何回忆还是一场梦？啊，梦里梦里寻他千百回，梦里寻他。啊，还是一场生命若重逢一遍，我愿意放弃一切只为你。啊，为何光阴无法再回转，不再浮现再爱一次的选择，不再浮现。啊，还是一场梦。啊，为何回忆还是一场梦？啊，梦里梦里寻他千百回，梦里寻他。啊，还是一场梦。